某年里刮起河水风，河水电影正思雄。且看那相声大师郭德纲，祖宗十九代电影首秀在其中，许多的电影明星都来参加，一个个去都是那影视大咖。演员中小岳岳排名在那第一位，延续了昔日里渐渐的呆萌，加上了井柏然和大鹏，吴秀波、王宝强、李晨霞乃亮、林志玲，那张国立、郑凯和、吴君如、欧汉生、杜淳、张立、萧敬腾、谢依霖，还有那马苏玉倩。再看那孙艺洲、黄磊、吴越、贺嘉玲、郭麒麟、孟非、刘备、谢楠、孙越、张晨光，还有那吴京。排最后的是那喜剧演员王孝利，这导演郭德纲真威风。这郭德纲降生在天津地，他七岁从艺就说相声，想当初德云社创业艰险患难之中才见真情。双悬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我叫郭德纲。你儿徒在德云社跌入谷底，翻脸不把师父认。常远是我师叔，那纯粹是胡说八道，他根本就不懂相声。我连师父都没有，我哪来的师叔？这样的你儿徒不如畜生。郭德纲遭遇了那各种新闻线儿，体制内的演员就不让他来说相声。德云社也中枪，披上三宿罪，要治他死地短他的前程。眼睁睁德云社要被绑杀，多亏了祖师爷大显圣灵。郭德纲德云社一步一步走向世界，那苦尽甘来越来越红。郭德纲高老板栾云平于谦后阵，岳云鹏、李云杰、孔云龙、曹鹤阳，还有那邵兵，还有那许多的好演员没能播报，一个个去都是那出海的蛟龙。这些年郭德纲全面发展，当主持当演员不忘相声。南征北战名扬天下，把观众当成了父母双亲。我一言唱不尽德云社的事，我是朱元郭先生，祖宗十九代收拾唱红。好，这些菜